你不要理他们就没事啦。他就故意的，老师也叫不理他，不可能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他会就一个打脸。我真的很怕，谁可以帮帮我？请搜寻反霸凌爸妈陪伴计划。你就是太懦弱了，才会被欺负啊。妈妈每天都说我很娘，我有跟老师说啊，他就开始把我的书丢到垃圾桶里面去，那回去不就死得更惨吗？请搜寻反霸凌爸妈陪伴计划。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同学才会讨厌你？我没有，我在位置上，他们过来就围住我笑我说很臭，我觉得他们很烦，可以不要来烦我吗？请搜寻反霸凌爸妈陪伴计划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天就去学校找老师说。怎么办？知道我去告老师以后，他们绝对会让更多人来排挤我。我不想去学校，我不想上学。请搜寻反霸凌爸妈陪伴计划。